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那这一次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更换自排油的回油管，怎么拆卸以及更换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用17号跟19号反手又不用用啊，这不开呀。调整一下角度，
清洁一下，这样就更换完成了。那这个的话是722.6的变速箱，是 CLK 230的变速箱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样子吧。Goodbye。